训时隔壁班的男生。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我空闲的时候啊，喜欢弹弹钢琴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拉小提琴，我们一起在新生晚会上合奏一曲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啊。自己班的男生。一二一，立定。军训时隔壁班的女生。来了吧，谢谢。甜吗？嗯，甜。说的是我，说的就是你。自己班的女生。哎，有水喝，拿来吧你。大，我水。哎，你怎么这么黑啊？你这样怎么找女朋友啊？军训时的几类学生，倒数无力型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没枪，还随便。三，滚滚。装晕型。哎呀，中暑了，晕倒了。哎，教官有晕了，我是医务室。你这招三天用了六遍，换个姿势不行啊？跑出去。逃睡型。没有一个女生正眼看我呀。你这平时邋邋遢遢的，脸也不洗，那谁看你呀、啊？用这个这么好用啊？给我也用了呗。炸。嚼舌根型。哎，咱们教官的蠢样，我跟你说，当平时我一个干他五个。你们试试。教官，你真蠢。